欢迎。 大家好，我叫做吴伟，这位是我太太胡吉啊，我是一个王旭的一个作家。王医生带我来到这里，因为呢，王医生一直对我的对基督的那个信仰有很大的帮助。2006年7月20号的时候，我跟王医生去了他们的标杆教会，在那一天，大家在晚上读经的时候，我突然感动，我说。 我如果认识真神，今天讲到真神，我愿意为神下地狱，而不需要求上天堂。但是在第二天的时候，我真的遇了两次，差不多要被车撞死的神考。但是在23号，我继续发誓，一定要为神捐献我的一切，因为我们7月27号呢，就已经跟我太太结婚了，我们很高兴。那么在7月22号的时候。 我在发愿了之后呢，我得到很多的神赐的灵感。7月23号早上6点52分，神附体，让我看到天堂，让我再生，让我回来为要神服务。那个时候还有我的用我的嘴巴讲了一首诗中的诗，都讲了人跟神的关系。感谢大家。